首先，我们要确定根除幽门螺旋环境相关的一些疾病。一、消化性溃疡。另一个，胃癌手术后，特别是内镜手术、内镜下治疗的患者。第三，那个胃淋巴瘤。第四，一个我们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一个患者。第五，的一个特发性血小板炎症因子链。以上的这些疾病必须予以根除。我们幽门螺杆菌根除的一个方案，目前最常用的方案是自制泵抑制剂加鼻剂再加两链抗生素，比如说埃舒美拉唑40毫克每天一次，加鼻剂再加阿莫西林再加利铁林。规范的治疗疗程10到14天，然后一个月后复查我们